哦，我做错了什么？微锅一番嗓 H 什么的最讨厌了。今天秋风萧萧，阴雨绵绵，我们去抽个一番赏吧。之前看假面是出了利维斯那一套，小手办超级 Q， 我觉得很适合摆办公桌上。走走走，我们去抽吧。老板，有假面骑士的一番赏吗？假面骑士一番赏没有。老板，有没有假面骑士的一番赏啊？抽完了。2000 years later。我们逛了一下午了，没有找到一家抽假面骑士一番赏的。不过现在已经到晚饭点了，我们还是找个线上一番赏，边吃边抽完。我看看啊，哎，他这打折还挺便宜的。喂，海贼才29呀，咒术怎么才28一抽？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就决定抽假面骑士一番赏吧。这套 A 赏和 B 赏是利维斯和维斯的手办 ，C 赏是利维斯的 Q 版手办 ，D 赏是初号的手办 ，E 赏是电王加桃子 ，F 赏是石王和虫皇 ，G 赏是亚克面和灵儿 ，H 赏是彩画 ，I 赏是硅胶挂件 ，G 赏毛巾。好吧，伟哥这套目标是 D 赏，我觉得 D 赏初代 Q 版好可爱啊。那我们就搞起，我们先来五发吧，好不好？呸。爱上挂件，没事儿，继续。第二发，哎，系上毛巾，继续。系上毛巾，我的小赏词了啊，继续。系上画板，继续。系上毛巾，肯定是因为我骑车过来，手气不好。再来五发，来，继续。系上毛巾，我就不该开新箱是不是？继续。上硅胶挂件，继续。爱上硅胶挂件，继续。爱上硅胶挂件，继续。爱上硅胶挂件。哦，家里不想要小垃圾，我想要小手办。不过没事，家人们，我们人类可是会变身的。来吧来吧，家人们，我现在已经和刚刚的我不一样了。我们三发三发来吧。爱赏爱赏 H 赏，太难了。叮叮 H I C， 继续继续。噔噔噔噔。叮叮叮。A 赏 F 赏 G 赏屋。我真的没有想抽到这个 A 上，因为这次我就没想着抽 AB， 你知道吧，就当白捡的了。继续 HIJ 三个小赏啊，继续啊，还是毛巾挂画硅胶垫，继续。叮叮叮，我又抽到一个 C， 不想要 C 了，我想要 D 上。开玩笑，我超勇的好不好。滴滴滴 JJH， 滴滴滴 HIJ， 继续 HHH。好事多磨，继续家人们。HHB， 不想要 B 赏好吧，我就想要 D 赏，我就想要小手办。幼稚。继续继续。D 赏 D 赏，我抽到你了，好开心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抽这一套就是想要这个 D 赏，你知道吗？刚刚的什么 A 赏啊 B 赏啊都不是我想要的。事已至此，家人们，我就差一个 D 赏了。那怎么办呢？继续吧，就差一个 E 了。我本来只想要 D 的。继续冲 E。 E E E， 叮叮
知道这个奖池里没剩什么了，好吧，这种感觉还是挺好的嘛。哎，今天真的很出乎我的意料，我没有想到会超池，我本来只想要一个地上的嘛。就怎么说呢，家人们，有没有觉得我很欧？有没有？果然伟哥跳舞还是有用的嘛。现在当然是要干晚饭啦，来插火锅，插火锅，我要吃辣的。